大家好，我是 YouTube 频道热门娱乐新闻一百六十三的主持人，很高兴再次见到您。订阅频道，这样您就不会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。这是今天的新闻：黑粉又来见缝插针，王一博受邀参加电竞直播赛，却被指蹭热度。最近摩托姐姐的每一天都像是在过年。之前这就是街舞正式收官。 王一博又一次成为了冠军队长，粉丝们也都很开心。这几天关于王一博的物料还有很多。本来以为节目结束之后，大家想要再看到王一博在节目中的状态就很难了，但是让粉丝很惊喜的是，节目组还准备了王一博在节目中的压箱底花絮。如今，王一博还受邀参加了《英雄联盟 S 十一》的国际决赛直播，而且还活动中王一博还跳了一场舞。 整个现场都非常震撼。这一次决赛是中国和韩国的战队的 Park 王一博作为嘉宾表演开场舞的事情，竟然还让很多黑粉有了见缝插针的机会。很多黑粉先是指出王一博蹭热度，这一次电竞比赛的热度确实很高，受到了很多电竞粉的关注。而且如今电竞已经被越来越多的人关注到，大家也都觉得电竞也渐渐成为了主流的一项职业。 甚至还将被安排在大学专业课中，但是很多黑粉其实混淆了一个概念，蹭热度真的不是随便用的。这一次王一博参加节目是以受邀嘉宾的身份，也就是节目组主动的邀请，所以这根本不存在蹭热度的问题。如今确实有很多蹭热度的现象，但是这一次如果说王一博蹭热度，真的是很荒唐的。其实凭借王一博本身的热度。 更加给整个比赛锦上添花了，因为王一博的加盟势必会引来很多粉丝收看比赛。原本节目就是在全球直播的，王一博之前也有过在国外发展的经历，所以也有很多海外的粉丝基础。之前王一博主演的《陈情令》也在海外播出过，因此王一博在海外的热度也是不容小觑的。不过这一次毕竟是电竞的主唱，而且王一博本身也是很喜欢电竞游戏的。 之前也作为参赛嘉宾出现在活动中，包括前一段时间，王一博还为《英雄联盟》献唱了主题曲。这一次的比赛不仅仅是关乎电竞，同时也关系到集体的荣誉。但是竟然有黑粉为了黑王一博不择手段。比赛开始之后，有一段时间比分陷入了僵持阶段，因为中国的战队暂时输掉了比赛。 就有很多黑粉涌向王一博的个人平台的评论区，甚至直接把输比赛的原因归在王一博的身上，而且言语也非常过激。这样的行为真的让人觉得很可笑。王一博和这一次活动是有合作的，各样的黑是毫无意义的，而且还有黑粉是披着电竞粉的外壳在黑王一博，试图引战双方，这样的行为是最过分的。这一次中国的战队拿下冠军。 整个互联网都被这一件事霸屏了，大家都觉得非常激动，同时也很震撼。很多朋友都找到了青春热血的感觉。越是在这种时候，黑粉的各种行为就更加的可耻，仅仅是活在自己狭小世界里，让生活也变得更加阴暗。王一博这一次在全球直播的活动中跳开场舞，又一次为所有人争光。